林辉，爱奇艺新消费事业群总裁兼首席营销官王湘君，欢迎两位来到诺文。无论何时都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意，获得微博音乐人称号的各位啊，一步至我们的舞台中央，捧起你们的微博之光，欢迎各位。也有请我们的点赞人也来到舞台中央，为各位荣誉获得者送上鲜花。还往前一步，来，我们往前一步，往前一步。哎，那里灯光最好，待会拍照的时候才漂漂亮亮的。啊，今天我们的点赞人也都很帅气，很美丽啊。来，也有请我们各位在舞台正中央合影留念。再次谢谢我们两位点赞嘉宾，稍作休息，谢谢。很难得啊，今天我们的音乐人都齐聚一堂，所以今天要出一道题目来考考各位啊。如果台上的所有的音乐人一起来合作完成一部音乐单曲的话，你们每个人的分工会是什么呢？我们有负责发微博的呀，负责作词的呀，负责做 beat 的呀，负责拍 vlog 的呀，等等等等，每个人都可以来。对对对，来，毛不易，你先来说说，毛毛选哪个部分？我负责听就行，负责。那不行，怎么抢了我音乐人？音乐人得参与到音乐这件事情当中来。你负责什么？负责唱吧，负责唱，负责唱的部分。好，好，来，我们来问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斗胆作词吧，谢谢。作词，好，我先问一下我身边的艺兴，好不好？来来来，艺兴。我作 B 吧，敲 B。作 B， 来，坤坤。有了 B， 那我就 top line 吧，作曲。作曲。啊，哎，我很齐全了耶。是。那朗朗，你能怎么办？我觉得除了弹肯定也得弹，对吧？然后呢？我觉得可以当个财务总监什么之类的。哦，朗朗做财务，你财务水平可以吗？你确定吗？你给我展示一下你的财务水平，计算机都有。我可以用计算机弹琴，信不信？来来来，看看听见什么样声。对，刚才弹的是那个巴赫的那个巴洛克时期的这个装饰音的非常著名一首作品《哥德堡变奏曲》。哦，这个还挺不容易的一首曲目，用计算机就能弹出来。是，我要是这个计算机，它如果现在能说话的话，它可能就要说我是谁，我应该已经不是一个计算机了，我是一台钢琴。是，但是计算机比较难弹，容易弹那个串行了。哦，还把秘籍告诉了我们，但我跟你说，我们这水平真学不会。但我觉得这首歌其实除了送给我们现场还有看直播的朋友们之外，还要送给你刚刚满月的宝宝。谢谢。恭喜恭喜。是，也希望他以后能够成为像你一样这么厉害和这么好的音乐家。谢谢。那当然也恭喜台上的各位。是，谢谢。可以到台下先休息一下了。是的，恭喜我们的第一批，我们希望早日听到这首歌。哦，你们都说好了要在微博上发啊，好不好？beat 做起来喽，词写起来喽。